阿宝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不要刚刚赚了一点点小钱就开始懈怠，多少粉丝等着我们更新呢？我们得趁热打铁。究竟是什么样的花瓣，竟能让人如此疯魔？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！美丽病娇的99位粉丝，给我，给我！而且你别瞎比的。慕容，病娇，桃花，寒春。慕容病娇，庐山青眼，面若寒春的对着旁边的人儿说。请不要因为我是一朵娇花就怜惜我！布下天罗地网，定要吃那贱婢项上狗头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原来是你呀！不是我，我就说你的眼睛为何似曾相识啊！我是搞保洁的。我来擦拭一下床底。原来那日在客栈里私闯我房间的贼人，就是你啊！你别忘了你娘关照的话啊！你不能杀我的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我说的。你跑啊！阿忠，你在干什么？